然后现在我要来介绍一张比较特别的修复案，然后也是我可能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修复过程里面成长最多的一个案子，然后也是最特别最常被介绍的就是这个案子。那这案子是我在纽奥良的时候大概已经快要半年之后然后接到的一个很大的案子。你看一下，这就是我的案子。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业主拿来的时候告诉我说这张画超漂亮的。我就跟他说哦，哪里漂亮？他说这张超漂亮的，你一定要帮我把它修好。对，然后就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然后就是拿他那种家族合照，有没有？就是站在那种很多家里有钱啊，然后就美国那种纽奥良那种老式的房子，然后墙壁上都挂很多画，这是其中一张椭圆形的一个肖像画。就微微你就看到他那个家族后面那边有一张很小的那个肖像画，看一看，哎，好像那个影子看起来还不错，可是看这个真的看不出来，怎么办？先把框移出来，先把这个外框。其实，在修复里面哦，分得很细致。这个画框它有专门的画框的修复师在做修复，就是专门修画框而已哦，就可以赚非常非常多钱。就有赚非常非常多钱，因为有些画框那些透雕，那些有雕什么小天使头什么，你到国外去，到意大利、法国都会常看到这些框，其实都有专门的修复师在修，所以我就把那个框拿去给专门修复师修，那修复师就说这框没救了，要换。好，那这个画有没有救？有，慢慢做就有救。OK， 你可以看到我开始慢慢的把它整理出来，找适当的溶剂，然后找适当的方式，慢慢把它湿敷的方式，慢慢一点一点清洁出来，那你们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有什么特效，就是像医学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其实没有，其实在修复里面，我后来总归这几年的工作经验下来，其实只有最适合的东西而已，只有最适合，适不适合它，你这个方法适不适合它，你这个药剂适不适合它，只有这样，没有什么最好的，没有什么最先进的仪器。因为你再先进的科学检测，你再先进的这些仪器材料，你最后都是回到人的手上，去做。我在意大利当学徒的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就跟师父出去，中午的时候出去，然后他就终于请我喝第一杯红酒的时候，中午很容易醉，我就很比较大胆问他说，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已经在用很先进的仪器了，你还要叫我每天在那边做一些有的没的，然后用手在那边慢慢弄，他就很感性的把手伸出来，他说：“我问你，这些东西怎么做的？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我说：“用手啊。”他说：“对啊，所以这些东西最后还是会回到你手上，用手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不是机器能解决的。”OK， 有没有一点感动啊？喝了酒以后就会想要哭了，对。好，你们看到后来这张画洗出来，怎么这么破烂？这要讲到一点，这张画它被修复过，大概二三十年前被不知名，不知道谁修复过。那它后面，因为这张一张普通的这个画布，如果是好的这个麻布的话，大概可以放160年左右。那它的这个肌理就会开始松弛啊，脆化掉。这时候我们就要像国画你们都有听过，水墨是不是都有小拓？要拓一张什么命纸，拓一张什么？其实这个油画也一样，等到它这一个原本的这一个画布的肌理已经开始松弛啊、断裂啊、脆化掉以后，我一样要在它后面可能怎么样，上一个支撑层，就是一个新的画布做贴合。那这个是画布的，可能就是它的衬表的这个动作，这是在油画修复里面比较大的手术，然后也可能是，收费金额会比较高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讲大手术就比较容易有生命危险，那它花的时间还有经验，上面也会比较多，好，那这张画布呢，就是因为它被整理过，它被这样的贴合过，可是它使用的这个胶料，完完全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种粘着剂，就完全没有办法再把它溶解开啊，热溶开，它整个变得很硬，很重的一些，可能有点像快干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些很强的胶合剂，那它整个已经渗入它的纤维，那我尝试了非常多的方式。去热化、软化，或者是湿敷它，用药剂都没有办法把它溶解掉。最后方法就是用手术刀，从它背面一点一点一点把它接触下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胶合剂已经整个侵蚀到它的纤维，把它纤维完全拉断掉。所以这个小公主啊，很可怜，你看面目全非，就是不当的修复，
不当的修复会让你的画作更快的走向毁灭掉。那其实就很像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像那个秦始皇的这个兵马俑，刚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彩色的，但它并没有很好的这个保存，很妥善的保存。一照到阳光之后，紫外线一进来，它颜色马上就怎么样，就退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兵马俑，其实他们说秦始皇那个墓地还非常非常大，可是现在都禁止开挖，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好的修复方式，所以我相信在台湾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只是这样子的消息比较不被重视，其实我在出国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台南那时候也挖出来一个什么地下古堡之类的，很快就崩毁掉了，那时候当去问这个开挖专家说，为什么崩毁掉？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干嘛把它挖出来？就是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就是你如果没有解决方法，你没有很详实的计划，没有很比较高的把握，就不要去碰它。它其实在那边，它好好的，比较不会有事。可是你如果一旦开始动手了，你就要把它修好。你没有把它修好，它很快就坏掉了，OK， 还没看到开始把它整个整平之后，然后把它的这些肌理，它下面不是这些画布破掉的地方，重新补，也是一样补这些布。然后我后面也是一样，罩上一层新的这个身体。然后之后再把肌理重建，然后再用这些颜料做了一些记号之后，你可以看到这样子时间大概快两个月，一天大概就六个小时的时间在跟它搏斗，那时候眼睛比较好，可以看比较细。我不觉得现在能够做的比那时候再更好，可能会有其他经验，但是那个需要很相当的体力和眼力去做。好，你们看到颜色慢慢的补起来，这张画你们看到它品相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张。它是1616年的一张油画，1616年在17世纪初的油画，所以大概已经有快400年的时间了嘛，再四年就400年。它这个地方非常难修复，就是如果要讲外行看热闹的话，其实都是看最后这个补色，补起来补得像不像，补得漂不漂亮。它这个地方非常困难，就是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比较大的难题，就是你看它在罩衫的这个里面是一个缎面，会反光的布料，外面这一层是一层纱，半透明的感觉，但修复师只有一两次的机会去补这个颜色。你怎么样在一块这个上面就把它下面这个颜料，就是它原来这个颜色表达出来，其实它需要蛮多的这个美术的基础和底子，然后还有你去琢磨你的这个修复的功夫，你又不能画太过，对，要不然多画一朵花，多一个什么东西，对。好，你可以看它慢慢出现，项链出来，还有它的脸部。其实在我在修的话，其实到衣着这个地方修出来之后，我不会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其实最困难的东西是皮肤，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太急的去做这样子的修复的上色的人，做完以后这边会像戴个面具一样变白的，全白的，因为你很难去控制这个差别，因为它其实基本上很困难，那修复颜料其实它基本上是比较半透明的材料，所以你必须一点一点琢磨，然后你要去想很多的方法怎么样去诠释，但是你又不能超越这个画家的东西，所以那个很困难，也很难解释，但你们去看一下图片就可以知道。 OK， 那这是修复之前，修复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些差别出现，那它也不会变得特别新，它还是那个样子，那个色调。然后这边这个部分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补上去。看一下肌肤的部分也是，就一点一点的。OK， 好，那刚刚那个案就是比较我回台湾之后比较常被介绍到的一个特例。然后再来就是刚刚那一张那个 Mandolinist， 就是弹曼陀林的人，那个波兰主任的收藏品。好，这时候我就是刚刚跟各位说，我会先做这个暂时性的加固。的时候就是这种比较长纤维的粗皮纸，然后之后兔皮胶，先把它这些易碎碎片先粘合回去，这样我在动作的时候移动它的时候，上面不会有东西飞走啊，怎么跑掉这样子。OK， 你看一下，然后这一张是一张佳士得拍卖会出来的，然后我也是先做了这个暂时性的加固，之后我再去开始动作，怎么样去整理它的这个整个身体啊、结构啊等等的。好，然后这样子的，比较面对回来台湾以后，面对比较大的这些跟国定古迹这些物件，我就会刚好就有机会就是做测试。
各种不同类型的纸，不同类型的胶片，然后就会做这种不同分层，去看它的材料，然后它的有很多的对照组可以去做比较，然后哪一种比较适合，那可以应用到下一次的修复案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从牛奥良水沟里面捡出来，你看整个都已经泡的都已经这样起伏起来。其实在台湾有时候也会见到这样的东西，比较少，没有那么严重。可是有没有办法修？这也有，可是我以后如果当老板，我是建议不要修了，就因为太浪费时间，真的，而且很难修得好，效果有限，但其实基本上你如果慢慢的把它软化掉，然后想办法把它软化，然后之后把它做很适当的这个粘合回去，它还是可以一层一层的慢慢被你复原回去。然后这个是本人的第一张修的东西，因为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进入学院的第二个礼拜，我就觉得学院里面教的东西，因为我年纪也比较大，到时候那时候进去大概24、25岁，但是一般在修复学院里面大概都是18、19，大概20岁左右的小朋友，所以我就觉得他教的方式太慢，速度太慢，然后有限，然后你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做不好，反正最后有教授、最后老师帮你收拾，然后一堆人好像有点在玩家家酒的感觉，所以我就逼我自己就上街头，不是去抗议，就是自己用那时候还没有很厉害的意大利文就写履历，然后我就一家一家看觉得像是修复工坊，我就进去发，然后说有没有人要收我当徒弟这样，走了十几家，然后就一直被踢出来，大家觉得我莫名其妙，但后来终于大概找了快一个礼拜以后，终于找到有一家要就是他可以考虑要不要用我这样子，后来是用了，那就是我的第一个师傅，那从此也开始我比较惨淡的这个学习历程。那我大概身边大概没有像我这样子直接去当学徒的，可能台湾人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就一边兼顾这个学业，然后就一边进到这个工坊里面去，开始了大概前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在做两件事情，就在搬东西、扫地，大概就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那个师傅也给我无限希望，刚开始面试我的时候就看我的所有作品，哇，画得不错啊，还蛮厉害的啊，哦，有这些经验，也之前有在什么文化资产，就是台湾的文化资产，现在总管理处这边打过工啊，有学过一些修复的案例啊，不错不错，可以来。去的时候就开始每天扫地，然后看着他做修复，然后帮他捡垃圾，大概就做这两件事情，一直到半年以后，我才拿到这一张超丑的东西，然后他跟我说，你就是要从最丑的东西开始做，然后拿到这张东西以后，开始大概2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没有再做过其他任何更 fancy 的工作，我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所谓的填补、肌理重建。你会看到油画上面，即使是像这样子的古典油画，比较古典的东西，它都会有什么？会有肌理，因为油画颜料比较厚，对不对？然后油画画布本身也有它自己的肌理在。如果这个地方有一片脱落掉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做这个填补，还有这个肌理回去，你直接上色，它会怎么样？它看起来会平平的，然后会直接反光，所以那就是完全没有做这样子的功课，那我在做的事情呢，就是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它破损的部分、脱落的部分，那这时候我要先抹一层可能特制的、比较适合的，可能它是浆，我们叫浆料，它可能就是可能碳酸钙啊、白垩土啊之类的，然后配合适当的胶料，去做这，有点像就是水泥工啊，这样子去补土。好，那你们先看到一下这样子的部分，很小，大概1.3公分左右而已，就是这个耶稣的手，它那个地方已经脱落掉了。我们可以近一点看，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所有室内是没有灯光的，然后打一个侧灯而已。这样过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东西其实几乎都是黑白，你才可以看得到这个肌理要怎么连贯。这是近照，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如果我只填平它而已就上色，整个颜色就会反光回来，很严重，而且很平，这个地方很平整，跟旁边没有办法做什么一个连接。所以像这样子的工作，我必须要整个是侧光，然后用一点一点的，像这种就毛的尖端沾这个浆料，把它制作出来。所以眼睛需要非常耗神，制作出来以后，你们可以看到
接起来，但这样子的长度就只有 1.3 公分而已，就是 1.3 公分，非常非常小，上面可能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就看那张画的状况，然后就每天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越做越好的时候就开始，甚至可以做到笔刷，笔刷痕迹就可以制作出来，笔刷痕迹就可以制作出来，旁边这些就不用说，就是比较基本的东西，都可以做连贯。之后上一层保护层以后，再上修复颜料。所以，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东西？我做完这些记忆重建，把它身体修好以后，我会先上一层保护层，所以我连我的修复颜料都不会碰到这张原作。我修复颜料是放在这一层保护层上面的，是放在这层保护层上面。所以这是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概念，很基本的一些概念。Okay. 你们看到一下，两年之后，师傅越来越赞赏我，所以我就越做越大片。一样做越来越无聊的事情，但是就可以整片制作出来，就是好。五年以后，我到了荷兰这个修复中心，就换我在带这些学生，这些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就是都是修复硕士出来，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不管是不是台湾过去或是英国啊什么其他国家毕业的，没有这样的技巧，所以就被我抓来这里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们之后去阿姆斯特丹美术馆，它2013或2014年就会修好，这些东西会运回去。像这样子的油画，每一张大概都是这一个地方，这个 square 这么大，一百多张来，所以上面有非常多。你看这些都是需要做基底重建的，我就带着实习生一点一点慢慢把它做出来，对，因为你没有这个工坊的这个经验和技巧，你不会去注意到这个东西。但是所有的修复都是从细节开始累积，你只要少一点点，整片都少。那个就修起来就会很奇怪，修起来就会非常奇怪。OK， 你们看到这些肌理的这些重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变很大的部位的时候，那整个是平的，是空掉的，是空掉的。OK，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样子的肌理是其中一种，那其他的呢？这位天使身上，你们看很多的这些黄点点，这些是我在补它的什么，也在补它的这个表面，因为什么？它身上有2000多个孔。被子弹打到，或者是被甲虫，甲虫不会吃木头，可是甲虫喜欢钻洞，所以它就有2000多个洞在这个天使上，就感觉很痒了嘛。然后一直做到一半的时候，还有一些甲虫居然还活着，因为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先做这个熏蒸的动作，就烟熏它，然后先把这些虫子杀掉。但是基本上它们如果有时钻得比较深的，还是可以活着这样子。然后就还有拍到这种幸存者，当然就抓起来当标本了。對，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洞。这是头，有没有觉得很痒？填补以后，这又是另外其他的材料，慢慢一点一点把它填补好。就这样，就好像在帮他垫头发一样。好，然后这是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填补洞。你会看到这是那个 Saint Joseph， 就是所谓可能耶稣的凡间的老爸这样子。那他这个手整个开裂掉，然后头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反正一些病变，然后也有像类似发霉，你看他把颜色就吃掉了，然后这边也有甲虫钻洞，对吧 ？OK， 那最严重其实是这只手，有没有救？还是有救，因为他其实是一整组，就是有上 Joseph， 就有圣彼得，又有圣约翰，很多的。那这个作家他会有一定的这个雕塑的这种习惯，所以我就去找各式各样其他地方的手指，然后回来做复制。你当然有比较快的方法，你可以直接去翻，用细胶，然后直接去翻模去翻，然后翻完之后就直接灌石膏什么，再把它粘回去就好。那我这个带我的这个老师，他就是觉得你既然有那个手工，你就用木头把它雕出来。说，因为我是做油画修复，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我就很认命的在那边把它雕出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雕。所以他那边有的工具我全部搬出来，对，然后就做一个准备。但是以前的大学有学过雕塑，所以有一些概念在。就慢慢的开始把木头拼贴出来，自己画 3D 的图案在上面，然后开始慢慢削，慢慢的切割。有时候看看自己的手 ，OK， 然后之后雕出来的时候再把它结合回去。它其实有大概3只手指头是断裂掉的 ，OK。所以你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几乎在用灰泥抹平之后，然后这边再稍微整理一下，他手指头大概就出来了，是可以，就是可以做得到的。OK， 因为我很乖，他就这样看着我，这样帮他把手指头弄出来。就是大概那一个工作，就是我后来在荷兰，就是油画修到后来，就有点想换一下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就过去那边。那这个
东西就变成我在那间学校，就是这个修复中心留下来的一个示范。后来就是学生都会过来这边看。那荷兰这个它叫 SRAL， 你们如果去马斯垂克可以看得到。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开放，但是它本身也是荷兰最重要的修复学院，就是研究所的部分，学生都是从荷兰最高等的学校，就是阿姆斯特丹大学里面挑出来的学生。那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他要先受3年的训练，可能是史科、艺术史科。然后有兴趣的话，他从大二或大三的时候就要开始修这个修复的课程。那之后再来考 SRAL， 进来以后再读2年到3年的时间才能毕业。所以他们一般预计是7年培养一个修复师。OK。